深秋丝丝牵挂，不知你是否能应答，一别多年你还好吗？时间总让我想起那些曾经历历在目有的伤心，幸好还能遇见你，忘了结局，不到最后不放弃。两个人的故事结尾赵总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件事没有事先跟你打个招呼。如果你觉得接受不了的话，那我再去跟阮东谈谈。你做的对，让他回来吧，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说实话，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不希望他的孩子从此没有了爹。生生果业有你这样的老板，真的是很幸运。好，晚上见，拜拜。啊，怎么了？关总，赵总答应了吗？是啊。啊，太好了。你是崴脚了吗？我没事。先坐下吧。我帮你看看。忍一下。我那个姐夫虽然没见过，但是我看他微博了，你看一下，他太无趣了。你看，全部都是专业知识的转发，唯一一条个人的，那是上班第一天加油加油加油，毫无情趣，知道吗？他的微博都能这么无聊，他本人肯定也特别无趣，这没有感情要培养感情啊。再说了，那管一鹤那么帅，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的。你说会不会因为孙岩那个事儿，心里边留下阴影了？你说这事儿我得帮我姐，让她收获幸福。我想金风盛，他能帮我吗？没问题啊，没有你俩的幸福，包在老爸身上，没事。现在知道疼了，穿高跟鞋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了？还好，不疼。没事，应该没伤到骨头。都肿成这样了还嘴硬？管总不用了。别动。不疼就不疼吧，不过你这人真够倔的。为什么想做投行？笑什么？您当初在丰盛给我面试的时候也问过类似的问题。是吗？那你当时怎么说的？这个我还真忘了。不过来丰盛的这半年，我真正明白了我喜欢这份工作什么。因为这份工作有挑战，有价值。什么样的价值？你想啊，如果生生果业成功上市的话，等于帮赵总实现了他毕生的心愿，也帮无数果农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而做成这一切的正是我们。这份工作有成就感。管总，
我刚入行的时候，当时的感觉跟你很像。真的吗？嗯。哎。嗯。你刚刚叫我什么来着？老大，老大。怎么这么没有记性啊？ 是，管总，别动。哦，我没事，管总。别动。管总，我没事，不用了，放我下来。要不我先送你回去，别等了。几点了还不回来？他俩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 管总，不用麻烦了。哎，这么细致的活就交给我来做吧，啊！管一鹤，忙完了吗？管一鹤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看上他，提前跟我说啊，我就不打他主意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很清楚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倒是你。 整点心吧，别见一个爱一个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上的意思。不过也是，像你这种人呢，对待情感比计算机算的还细，不符合你标准的，想都不会想。叶小白肯定不是你的菜。你那边事情联系怎么样？什么时候耽误过工作呀？那就好，早点休息吧。 管一鹤那么优秀的男人，你就一点不动心？嗯，我们风盛是禁止办公室恋情的，我可不想自断前程。更何况，管总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啊？总之不是管一鹤那种高冷的类型。你别想歪了。那好啊。 既然我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我喜欢管一鹤，我要跟他表白。别撞老管，说说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就是你看见这样，我们看到你抱他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他的脚受了伤。 他脚受伤就抱他，我还心受伤。这一次果园采摘农家乐活动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突出企业文化，每个细节一定不能出错。 我们是，进来。打扰一下。管一鹤先生在吗？有您的花，我订的。啊，您给个五星好评。哎，好嘞，一定，谢谢啊，拜拜。谢谢。这是送你的。谢谢。你给他送花？对呀，这回多亏管总帮我们生生果业走出困境，是吧？为了感谢，送的花不行吗？嗯，我看看糖尿病。 管一鹤，请打开微博视频，里边有我想对你说的话。
@爱上狼的哈士奇。哎，金子，这里边还暗藏玄机呢。来，我们强势围观一下。小白，打开搜一下。哎，这开会呢，别闹了。暂停一下嘛，劳逸结合嘛。等一下，这好像不是我送的花吧？快点，快点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哦，好了，找到了。今天遇到一个很潮很拽的叔叔，他说他的女儿非常喜欢他的上司，超大的投资银行，丰盛的管 boss。他要我为他的女儿叶小白唱一首歌，鼓励他可以勇敢说出自己的真心。好了，别管了，继续开会。来，这是你爸帮你设计的？不是，我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又有管一鹤先生的花，送花的人叫赵金子。兄弟，你挺火呀！我还头一次见女孩抢着给男的送花呢。你说这……您再给我个5星好评吧。叶小白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明明知道我要送花，你也送，你玩我？不是我，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呀？哎，咱俩还是少说话，说多了我容易当真。不是，管总，管总，我真的没有喜欢你。哎呀，一定是我爸误会了。你爸误会了，你爸误会了也应该误会是我呀。说够了吗？继续说吧。散了啊！这个数据，我觉得你还得再修改一下。好的。今天遇到一个很潮很拽的叔叔，他说他的女儿非常喜欢他的上司，超大的投资银行，丰盛的管老板。他要我为他的女儿唱一首歌，鼓励他可以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真心。每天工作上都能看到他，感觉真好。糟了，他刚才是不是在看我？人总是善变的，从一开始喜欢你，后来更加喜欢你。天哪，他竟然为我进了医院，怎么办？求问，是不是只能以身相许啊？在线等。老大，今天的事我感到非常抱歉。你是说你真的不喜欢我是吧？那我确实应该反思一下，为什么这么不招你喜欢。请我吃饭是为了套取老管的情报吧？我是很有原则的，一顿饭说买不了我。那你想多了，我没有想套取什么情报。你作为管一鹤的朋友，你不希望他幸福吗？希望啊，我当然希望他幸福了。我可以给他幸福啊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你之前问过我，管一鹤属于什么类型的？通过我最近的观察，我觉得他属于杠杆男。哦，就是给一个支点能撬起整个地球的呗。对啊，你不觉得他缺这样的一个支点吗？他很有才华，但是在丰盛太消耗他了，也是给别人做嫁衣。他完全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天地，而这个平台，我可以给他。欢迎，来，请来，请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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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这片果园呢，是生生果业的体验式果园，总共有十亩，高品质精服务，是生生果业的企业文化精髓。正所谓，脐橙是我们这一季的标志性产品，是所有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老板，我考虑考虑。地上有钱捡吗？老大，老大，我对不起啊，我想就昨天的问题正式的向您道歉。我只要能让您消气，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。我真的不希望就因为昨天的这件私事，让您对我的工作能力有所怀疑。那你是说我公司不分了吗？啊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愿意在工作中双倍努力，将功补过。叶小白，这一次你来的目的是来辅助我，是替我分担工作。可你却在工作场合给我制造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麻烦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该怎么将功补过吧。完了，老大又被我惹毛了，好不容易得到一点点认可，全泡汤了。叶小白啊，叶小白，你要怎么在湖南待下去啊？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好，等你好消息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小果，小白，今天这个活动啊，真是太成功了。有好几个投资商啊，都准备跟我们合作，这都是你们的功劳。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。晚上得好好喝两杯啊。小白姐，那咱们俩，我找小白姐有点事儿。好，好，走吧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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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好，来嘛，小白姐。啊。来来来，坐。辛苦了，歇会儿，喝杯咖啡啊。你好。嗯。麻烦给我们来两杯美式。好的，谢谢。金子，我还要工作呢。哎呀，不着急，先喝杯咖啡嘛。你还有多少工作？要不要我找人帮你？不用不用，没剩多少了。没剩多少了，你。小白姐，你看你工作没剩多少了，要不你就先回深圳呗。你不觉得你在这儿很影响我和管管吗？我没有啊。反正你要是回深圳了，咱俩还能愉快的做朋友。你要是赖在这儿不走，我就觉得你对管管也有想法。没有啊。我得把手头的工作做完，再跟领导申请提前回去吧。一言为定。看出点门道没有？啊！这架势，这是老赵要找上门女婿呢。什么上门女婿？嗨，怪不得人家说你是流水仙女。赵金子天天有事没事老往咱们那儿跑，送吃送喝的，你以为是送给咱俩吃？今天这架势啊，做给谁看呢？这是抛出去的饵，要钓管一和一条大鱼呢。赵金子是赵福成的独女。生生果业又要上市，偌大的家产，将来总得找一个得力的人继承吧。哦。你怎么了？今天情绪不高啊？没有啊，可能就是有点累了。哦。对了，高总，
我想申请提前回深圳。为什么？这边事儿马上办完了，月底一块走呗。我在这儿能做的，我都做完了。而且，我毕竟是借调过来的，也该回去跟星河的案子。啊，行吧，那今天晚上陪山哥好好喝一喝。马上！我先接个电话，等会儿过来啊，等会儿过来，先接电话。回来！我接你。谢谢。老管啊，你在哪儿啊？快点过来啊！再不过来，饭都吃完了。我在汇总材料，走不开，你不用等我了。小白，哎呦，全是他们的人。真的是非常的成功，这杯酒我必须得敬你。来来来，干了！来来来，来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！我真的不能再喝了，谢谢。来来来来，小白姐，我们俩也喝一杯吧。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哎，上次不是挺能喝的吗？喝一杯。对了，你再跟我说说呗，管管，管管他还喜欢什么？他平时有什么特别的爱好？你自己问他就可以了。也对，反正我后面还有时间跟他相处，我还有机会多了解了解他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别呀，那酒我还没喝呢，喝了。不了，好酒量啊，小白，好酒量。我们几个在敬你。我真的不能再喝。小白姐，比较高兴嘛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我敬各位。关总，哎呀，终于来了，来来来，才来啊。一会儿再喝啊！谢谢啊！红酒没了，你们俩等我，我再去拿点红酒过来跟你们喝。好啊。你还能跑吗？啊？嗯？嗯，可以。啊？行不行？啊？你怎么样？关总，你站好了，站直了，别晃，站好，别晃，站好了。好，好。关一鹤，我要谢谢你。我长这么大，你是第一个挡在我面前保护我的男人。酒量不好还这么喝，我送你回去早点休息，走了。嗯，关总，你好帅啊。不会说错什么话了吧？哎呀，我说了什么呀？冷静，冷静。
你是第一个挡在我面前保护我的男人，关总，你好帅啊！赵金子是赵富城的独女，生生果业又要上市了，这偌大的家业，不得找一个人继承？你就回深圳吧，你不觉得你在这儿很影响我和管管吗？你要是不走，就证明你对他有想法。生生果业那边快忙完了吧？你赶紧回来，星河的案子忙不过来，没时间找人顶你的缺呢。星河的项目启动了？早启动了，他们那边人难搞得很。哎呀，我现在忙得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，头发都没时间洗了。妈妈，哎，弄好了吧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快回吧，拜拜。来了，小白，老大，进来坐吧。老大，我这边的工作也做完了，我想申请提前回深圳去。可是生生果业这个项目还没有完成，这么快就要走啊？哦，这边您跟高总能够 hold 得住，我们组里星河重工的案子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而且组里现在很缺人手，我们这边也缺人手啊。其实，如果高总完全发挥出实力的话，缺谁也不缺他。啊？我这个人从来也不会做强力留人的事。你决定了要走，我也不会留你的。你真的确定你想好了吗？嗯，那这样吧，晚上我请你吃饭，算是庆幸吧。好啊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等我一下。小白姐，啊，我想让你帮我做个见证。什么？我打算今晚跟管一鹤表白。金子，管管，我
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喜欢你。谢谢高总、管总的照顾。一路平安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电梯正在检修。怎么回事？据说是有个女孩卡在一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电梯坏掉了，据说是直接坠落到一层，有个人被卡在一楼了。监控里面最后显示的是个年轻的女孩，
那个女孩有拿行李吗？好像有。麻烦让一下。你不能进，你要说自己不能进。我朋友在里面。先生，对不起，先生，那人怎么样？好战吗？就在全力撤退。出来了！哎，看来人没事儿。哎，没事。哎呦，没事，行。哟，快去检查一下。我给你打小姑娘，赶紧送医院吧。现在不行。不行，我不能错过叶小婉。师傅，去机场。好。你好，请问早上是不是有一位女士订车去机场？对。麻烦告诉我车牌号。像你这样追女孩子也够拼的。终于追上你了，师傅，继续开车，谢谢。老大，你怎么来了？小白，你知不知道刚才酒店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什么事啊？电梯坏了，从我们住的那一层一直坠落到第一层。啊？那你在里面？我以为你在里面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跟着电梯一起坠落。我从来没有过这么紧张，这么害怕失去一个人的。那，所以呢？我不擅长追女孩子。我进公司以后只谈过一次恋爱，而且还失败了，所以谈恋爱我也不擅长。但是我这个人有个优点，其实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挺好的，这个优点。昨天一整晚，我一直在想，会不会是我的错觉，所以我想冷静下来，看看我自己的感觉。但是就在刚刚，我想明白了，遇到对的人，就不要浪费时间。谁知道这一错过，会不会就是一辈子？现在离机场大概还有5公里，以这样的速度，可能。还有3分钟你就要下车了，我没那么多时间，所以小白，我喜欢你。我也觉得爱情来得有点太快，但是爱情来了就是来了。我知道你就是那个人，我不知道你在微博里面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想跟我说的话，但是这两天我的脑海里面想的全是你的事情。与其男女之间这样互相猜来猜去，还不如简单的一句我喜欢你来得干脆直接。我的微博。老大，不是不是，我还没有问你呢，你对我是怎么想的？
我知道你刚结束一段恋情，现在可能无心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甚至有些抵触，但是我会给你时间让你明白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我连我们以后的生活都提前想好了，以后我们一起生活，生孩子，照顾父母，所有的开销都由我来承担，我就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家庭。丰盛那边竞争激烈，说实话你的收入确实也不高，我希望可以安排你去那些投创咨询或者是会友投资，在那里我有朋友，那边的平台虽然没有丰盛大，但是薪水高也轻松，我想给你安稳又幸福的生活。冷静，叶小白，不要上头，你们想要的根本不一样，如果一开始就觉得不合适，还不如不要开始。我们都需要再想一想。那份平淡的